歌剧《白毛女》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贫苦农民杨白劳和喜儿在汉奸恶霸地主的欺凌下的悲惨遭遇，深刻反映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思想。彭丽媛是继歌唱家王坤、郭兰英之后的第三位在歌剧《白毛女》中扮演喜儿，并因主演此剧获全国戏剧界最高奖第三届梅花奖。此剧选曲《北风吹，扎红头绳》，旋律欢快，声音甜美，恨是高山愁是海，旋律激昂，给人以心灵的震撼。扛大刀，大棍儿